所以说，你是在帮我找投资。本来是想办踏实了再告诉你。好，谢谢你啊。都这个时候你还相信我？谢他。人家说了，你是天才，我希望你能像他相信你一样，相信他。 你别怪我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要怪也是怪我呀。你知道这个人真的不能闲下来，一闲下来呀，就容易胡思乱想。你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，却一声不吭。 我有一个事儿想要跟你说一下。你曾经不是跟我说，你想要跟我分享我生命中的一切吗？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要不要把你没有告诉我的事情，一次性都告诉我？不想说吗？关于什么？ 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是我的家。你为什么给我买了一条这么红的裙子？去晦气。 明天再把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一收，再叫一个搬家公司，这家就能搬了。哎呀，对不起你啊，倩倩，你说我辞个职，还要连累你搬家，这有什么呀？你要是再住江大凯这个卑鄙小人的房子，我还担心呢，我还不乐意呢。我之前就是想的太简单了，我以为这是公司给我的福利，但后来江大凯一系列的企图。 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，所以我是按照每个月正常的房租价格，我把钱打给他了。这件事情主要就是你心里过得去，只要你过得去了，我有什么呀？不就是搬个家吗？一年搬那么多次，也不在意这一次了。我有点担心你一个人住行吗？我有什么不行的？我不是一个大孩子吗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万一再有流氓尾随你怎么办？ 那我给你打电话呗，你不用说我了，那你彻底童养媳呗。你可长点心啊，童养媳，以后你要是挨欺负了，可不能回隔壁了。哎呦，我舍不得你，走开，走开！我让你放心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呢打算是在未来城租一套小一点的房子，这样不就离你近吗？ 但是我真的查了一下，这里的租金太女强人了。像我这种网络小市民，还是去找一些性价比高一点的房子吧。那我可以给你付房租啊。不行，你现在已经有另一半啦。那你们杰森怎么说呀？杰森邀请我半天了，但是我肯定不会答应跟他一起住的。 好吧，那这几天我陪你跑一跑，多看一看，嗯，找一个安全的。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，那我们就好好享受最后的夜晚。最后的夜晚你怎么享受呢？想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？好巧！我刚下夜班，想来喝杯东西，没想到还在这儿碰见了你。好像我们总是能在半夜碰见啊。都是夜猫子吗？陈先生今天怎么没带小蛋糕啊？你要想吃的话，我可以请你。我可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邀请的。 除非把你刚才高兴的事说给我听听，如果好听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就这些了吧？啊？ 这都几点了？你找的哪家搬家公司这么不准时啊？我没找搬家公司，现在搬家公司可黑了，就这点路，至少收你800块。我租了辆车，200块搞定，性价比贼高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车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来来来，搬搬搬。你确定吗？哎，这怎么了？便宜啊！来，那咱俩怎么坐呀？ 那你坐前面，我坐这儿。哎呀，反正就以几步路的事儿啊。哎，来给我！哎，你确定你要坐这儿吗？多颠呀！没事儿，就几步路的事儿，而且不是很快就到了吗？空气多好，而且我也没什么机会坐敞篷车。 那我跟你一起坐这儿吧。得了吧，快去，上车啊！快上啊！师傅，可以走了。慢点儿。你别把头伸出来危险！快进去，进去，进去啊！你还行吗？嗨，没事儿，我这敞篷多舒服啊，空气还好。你快进去，危险！进去吧。 郭老师，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跑回来了？我想来教室找师妹帮忙，但我看你办公室门开着，就过来找你了。我在准备公开课的资料呢，这不这儿的资料比较多吗？我就没回家。那你为什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？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其实资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但是你知道，这公开课上啊。 应急变化的东西太多了，我正在思考，在上课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什么样的变化。顾老师，你听过一句话没？想再多次，不如大胆的做一次。所以我们就把这间教室当做明天的公开课，你来彩排一遍。我们可以边讲边研究问题出在哪，怎么样？现在学生下课都回宿舍了，没有学生啊。你还有我呀，虽然吧。 也就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你可以这么想：毕业时我是学生代表，现在呢，我就来代表学生。嗯，教室有了，老师有了，学生也有了，来吧，开讲。可是，这儿……哎呀，明天领导、老师、同学有这么多人，你今天不彩排一次，明天你不会紧张吗？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 来，请坐吧，学生。谢谢老师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这次的公开课，我给大家想了一个题目。郭老师，微笑。嗯。改革。 啊！我相信这两个字已经贯穿了整个中国，乃至世界历史的脉络。哎，最后一批了，最后一批了！小心点啊！我得先检查检查。哎，哎，哎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！你先歇会儿吧。 不行，得先检查好，不然的话之后还会有问题的。哎呀，谁能想到这200块钱不包括帮忙搬啊？一个个搬上来，哎呀，我腰都快断了。哦，哎呀，开箱吧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专业啊你啊？你要是一年搬 N 次家，你也成专业了。 倩倩，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怎么了？哇，这个！我要买房。你又发什么疯？我没发疯，我是认真的。倩倩，我李杰森在半年内要在上海买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，让你住。我要给你一个家。 我不想看见你一年搬 N 次家。你知道这有多难啊？我知道，但是我会努力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变法和改革，我相信大家已经掌握得非常熟悉了。那么接下来，我希望各位同学去探讨一下改革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节课的活动时间——自由辩论。可以结束了吧？不行，你这状态正好呢，去。不是，这哪有学生啊？怎么辩论啊？怎么没有学生了？你当正方，我是反方，我们俩来辩，这样可以看一下明天你给同学的思路，对不对？ 行吧，我方观点是人改变了世界，纵观变法，都是人的因造成了时代的果。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每一次结果都会深远地影响到世界的格局，成为下一次变动的契机。我方观点就要恰恰相反了，是世界改变了人，因为人在时代洪流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。 所以，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，都恰恰印证了是时代格局发生了变化，所以人才给出了回应。非凡的人，总是在平静中推动时代。例如商鞅，让秦以蛮荒之地成为猛虎之师，只为实现报复，主动且积极，谈何被动？可在战国时期，正所谓纷乱战国，不变则亡。历史上的种种例子，恰恰可以说明，一切都是在时间格局的推动下前进的。 可是，无论商鞅、李逵、赵武、灵王，哪一个不是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的自我意识的变革？正是一代代人的变法自强，纵横捭阖，改变了时代格局，人定胜天。郭老师，您举例中的这几位，他们都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进行变革的，而内外交困正是时代给予国家和个人最大的压力，所以“穷则变”这三个字非常完美的论证了我的观点。你别忘了，“穷则变”，穷的到底是格局还是个人？ 你也别忘了“穷则变”的后两句，“变则通，通则久矣”，说的正是人的长久。郭老师啊，谢谢你今天送我回家。哎呀，惭愧啊，说是每次都送你回家。 结果你发现没有，越送越晚了。但是每次都会很开心，而且有所得。今天应该是我有所得吧？谢谢你啊，艾琳。今天的彩排很成功，我受益匪浅啊。每次都要谢我，不知道你要谢多少回。如果真想谢我呢，不如给我发一大红包吧。啊？哦，行啊，我现在就给你发。我让你发，你还真发？我开玩笑呢。 这个红包留着明天请我喝咖啡吧。没问题。我说的可不是一般的咖啡，是胜利的咖啡。我争取啊。争取？就这么点信心啊？行，我一定保证。 让你喝上胜利的咖啡。郭老师，你声音大到我回家的路都被你照亮了。那你就赶紧趁着亮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郭老师啊，我突然觉得你的主题真好，改变。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改变了？其实人随时随地都在改变的。 那是谁改变了谁呢？留着明天跟你的学生探讨吧。等着你明天胜利的咖啡哦。这么贵啊！你的心事想不清楚没关系，但课该怎么讲，你可得想清楚。郭老二，平时唠叨点没关系，但课堂上可要少说废话，多讲重点。郭老二，喜欢吵架没关系，但拜托你今天把这股热血劲儿用在课堂上吧。拿下他们。 同学们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哎，你是恒友房产的小夏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是上次给你留过电话的李杰森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对，家是温馨的避风港，就是我。啊，是这样，我最近吧，我想买房。对。啊，不，你上次推荐那房子不行，那太贵了，6万多一平呢。啊，我的要求啊，哦，我希望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小户型，南北通透，一定要明卫，还有。 离地铁站要近，最重要的是要便宜。这种房子有没有啊？这房子啊？对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啊！我要再往那边多走几步，就是浙江移动欢迎我了吧？大哥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看您说，这就是上海松江老城西南部，外靠昆沪高速，临近松江汽车总站。 绝对的价值洼地，绝对的未来上海黄金位置，投资自住的不二之选。行了吧，你可别忽悠我了，这儿还是未来上海的黄金位置啊！对啊，怎么着，上海跟浙江要合并了？大哥，您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那不就是便宜嘛，对吧？这房子多大岁数了？那肯定是1980年以后啊，80后还年轻着呢。我告诉你。 这房子现在是火的不得了，今天晚上还有3家约了带看呢。要是今天不买，那明天就是别人家了。嗯，价钱呢？只要这个数，3万，67平，2室1厅，200万。这房子要200万。喂，倩倩。哎，你现在能过来一趟吗？我这洗衣机它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漏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螺丝松了，然后物业打电话也没人接。哦，可以啊，那你等等我啊，我还在地铁站呢。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去跟别的餐厅聊一个大的项目。哦，那你不用过来了。 没事儿，你等等我，我现在回去修。哎，没事儿，外面雨那么大，你就别来回折腾了，没准我自己能搞定呢。嗯。外面雨那么大，你不好过来就打个车吧。这两天节省了，你别着凉了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一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 也许他知道我没有去谈什么大项目，我也知道他并没有找到螺丝钉。这一刻，同时飘荡在上海的2个人心照不宣，因为这一刻，除了靠自己硬撑，我们别无他法。没有家，就注定飘荡在雨中。 我想有个家，给他一个家。但我现在仅有的，似乎就是几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罢了。郭老师好。哎。哎呀，拿什么？谢谢大家。郭老师啊，这次的公开课讲得太精彩了。刚才我在下面听着学生们的辩论，我都有些热血沸腾了。谢谢主任。说实话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精彩的课了。郭副教授啦，那今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呀？啊？请客，必须请客，请客，没问题，必须庆祝一下。这样，改天我请大家一起吃个饭，地方你们随便挑。哎呦，干嘛改？别改天了，明天是周末。 今晚我们历史系庆祝一下。今晚有饭。哎呀，那我晚上吃点什么呀？今天晚上啊。啊。啥时候能来信息？想吃蛋糕说一声就行了，绕这么大一圈。 向先生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刘总呢？哦，刘总他去浦西的发改委开会了。你要是有急事找他呀，可以给他打个电话。也没什么急事。那个，我来送这个。您怎么知道？还给送来了？哎呀，对呀。您这也太客气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小事嘛。 我受不起啊！受不起？对呀，我怎么受得起？这是你定的？对呀。啊，那个，今天我在附近谈事儿，我正好路过这儿，所以说我就顺道把这单给送了。然后这里面有3块的原因，是因为店里今天搞活动。 买1块送2块，所以有3块。这块呢是你的，这2块呢你可以给刘总，也行。好的，那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转达的吗？转达，你就跟他说，注意身体，有空的话去店里看看。好的，我都记住了。OK， 我走了。嗯，好。哎，那个。 前半句还是不要了，就留后半句吧，好不好？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什么前半句啊？我之前就说啊，这边真的这家菜不错。哎，这向主任怎么还不来啊？都上全了，就是。没事儿，再等会儿吧。嗯，行。要不咱就是。有。哎呦，孙主任你可算来了！你不来啊，这郭老师就跟六神无主似的。对不起，迟到了，我自罚一杯。有。你们这是纯饭局啊？美酒。啊，老师们平时一起聚会，已经习惯了以茶代酒了。坐坐。改编。 这是你今天公开课的主题，我们也需要改变。明天是休息，大家都没课，今晚呢我们就都喝一杯，小酌怡情，总可以吧？哎呀，主任啊，酒的热量太高了。那就这位女同志免了，大家都喝一杯。太好了。来来来。 今天我真的是很高兴，大家都知道啊，郭崇是我临时班的学生，要说了解，我算是了解他的人。其实他心里挺活泼的，也有想法，很多事儿比同龄人都看得透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人呢，有时候总被一些别的想法束缚住，显得呢特别的犹豫纠结。 但今天的公开课，我觉得他是放下了包袱，展示了自我，是吧？嗯，心里的话呢，就说出来了。小郭啊，老实和你说句心里话，今后呢，多放开，少顾虑，做自己。 郭老师，我也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。崔老师是我在这个学校里最好的朋友。我也知道你们以前呢，但是现在崔老师已经开启了全新的人生，我作为他的好朋友特别的高兴，因为他放下了过去，做成了自己。郭老师啊。 我就希望你跟崔老师多学学，别总是规规矩矩的，放松点儿多好啊！对，你说的对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举杯。来来，来，艾薇姐，我们店盘点会提前打烊，请问您还需要点什么吗？嗯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好。 啊，各位，既然大家都让我做自己，让我少点顾虑，那我就努力去做。所以现在有件事儿，我想告诉各位，其实我今天晚上本来已经约了朋友了，啊，而且这个人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在等着我呢，就是因为他，也让我做出了很多的改变，所以，我必须得去见他。 我敬大家一杯，这杯我干了。你们别怪我啊，不是你们说的让我做自己吗？账我已经结过了，你们自己吃吧啊！说走就走，真有意思。做自己嘛。来来，好，那咱们俩，咱们俩吃，你们都做自己啊。始。我以为你走了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会等你吗？等不到你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对不起啊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没事儿，这样下着雨等一个人的感觉还挺好的。嗯，我打包了2杯咖啡，给迟到先生胜利的咖啡。 郭老师，这是胜利的拥抱吗？这不是胜利的拥抱。你知道吗，艾米？我怕你走了，我真的特别着急。我刚打不到车，我这一路跑，我。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现在知道了，爱丽丝找到了她的同伴。我喜欢你。 闹了，认真上课。他这么吞吞吐吐是必定有好事儿，算是好事儿啊。哎，郭老师，我咱一块。不是你们3个确定要去？我们要去南京是要创业，马上就要成立一家公司。这位是腾飞网络这次谈判的总代表高克。